菩萨大家好，现在咱们演讲净土十二论啊。净土十二论是咱智者大师呢，伊知众生的心格是倒位，对净土无了解是倒位，伊迷惑是倒位，对往生净土会产生怀疑啊。那么伊做一番，那么一问一答的当中呢？把这个所有众生的心格，众生伊对净土无了解，甚至有怀疑，到底会往生未？往生的状况如何？伊用十个问题呢，一问一答呢，全部回答，全部回答出来。所以不愧是一代大师啊。那么现在，搁这个净土十二论内底第六疑问哈，伊即摆问，后壁就答。伊安怎问呢？来看好。设定自夫凡夫，得生彼国，下见三毒，正常起。因何得生彼国，即得不退，超过三界？伊这意思是安怎去问呢？伊讲，就算讲是呢，自夫凡夫众生呢？伊创然有到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啦，那么唔过呢？伊下见贪嗔痴，这个无明的烦恼呢，时常拢浮起来呀。如果来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了后啊，那么伊道心敢会永远未退转？因敢有在条超过三界去呀？问题就遮啦。好，听好哦，你看伊安怎答哦？来看好。得生彼国，有五种的因缘不退，因何为我？一只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，故得不退。二只佛光常照顾，菩提心常精进不退。三只水鸟树林风声乐响，皆说苦空。文家常起念佛念法念经之心，故不退。四者，彼国顺诸菩萨，以为良友，无恶缘境，外无神鬼邪魔，内无三毒等，烦恼毕竟不起，故不退。五者，生彼国，即寿命永劫，将菩萨佛指定。过不退呀、这不然明白啦吼。伊讲你啦，从头前问个问题啊。几乎烦恼的众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呢？唔过呢，伊烦恼啦无明啦，伊照常伫极乐世界嘛，佫浮起来啊，三毒照常生啊。他有可能呢，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道心未退转，我都怀超三界。出离三界呢？有人起这疑问呐、智者大师伊就运用经典啦、所有论波啦，那么伊甲回答出来。来伊安怎回答呢？伊讲，如果你若往生甲阿弥陀佛叫世界吼，到五种的因缘，殊得你呢，无可能退道心，无可能呢来退掉你啊！绝对呢，勇往。直到成佛啦，伊个讲呢，第一种因缘，就是阿弥陀佛以大慈悲愿力给你摄持掉的，
你想要退转就难啦。像阮坐伫船仔顶吼，伊绝对袂去家己沉去。啊，坐船仔，坐船仔顶啊，吼，就是安稳渡过迄边岸。啊，你啊靠游泳个当中呢，有可能啊，家己体力不支呢，准沉死伫海底。哦，啊，咱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，会当顿马路正啊，兼保证个啊。阿弥陀佛绝对伊代表原顶呢，促使你呢，非幸福不可。所以做一人往生，就做一人幸福啦、啊。做一人往生，就使着一人个道心永远袂退转啦，一直甲幸福为止啊。因为有阿弥陀的大慈悲愿力支持了的，你知影吼，所以就袂退转。佮第二种原因就是阿弥陀的光明哦，甲你普照啊，所以就你的菩提心呢，时常时刻呢，拢精进袂退转，佛祖甲你加持了呢，哦，佮开发你的智慧呢，光明甲你普照呢，因你太迄度袂开悟，袂证果理由啊。逐天跟阿弥陀斗阵，哦，绝对百分之百袂退对的。伊甲你鼓励，啊、哦，互你有信心。你烦恼若生时，就适当甲你安慰，然后适当的发药互你，消除你内心的烦恼啊。哦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佮第三款的原因就是呢，水鸟树拿风声乐响的，哦，拢会为你演说这个。苦空无常无我，甚至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！伊是讲风一吹，树啊见哦，树啊演说佛法出来，啊鸟会有你说法哦，你看卖下，我修行得好哦。那这乐呢，音乐声啦响的时呢，拢演说佛法哦。佮你讲，过去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那是三十七道品。大小乘的佛法，甲你演说就对啦。所以你无开悟证，个都未得；无证，个都未应验啦。哦，你知影吼？好，那么伊个讲哦，哦，那么在鸟啊有你说法，吼、哦、啊树拿风一吹咧甲地吼，伊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哦，所以你自自然然就提起道心呢。念佛、念法、念经，所以道心永远袂退转。佮第四，就讲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拢总是呢大菩萨，往生去拢是真好同参道友，拢纯粹的菩萨哦。哦，有见初地以上、开悟以上、明心见性以上的会发生大事啊，作为你呢的良师益友啊。绝对无任何一个恶言的境界，令你苦恼，令你堕落，令你的退度是咩呐？纯粹拢总是呢，哦，开悟证果发生大事啊，作为你同参道友啊，良师益友啊。对我来讲，无啥神啦、啊、鬼啦、啊、邪魔鬼怪，甲你破坏你道行，哦，毁你的修行的幻境啊，拢无这个现象。啊，三宝世间有啊。有神啦、啊，有鬼啦、啊，有邪魔鬼怪啦、啊，甚至有人互伊鬼魔呢说附体啊，啊扰乱伊清净心啊。哦，啊，这是对我来讲，我啊对来来讲呢，你伫西方叫做世界贪嗔痴无明烦恼呢，伊未生，必定不起啊。哦，所以道心就未退转呐。哦，你看啦。咱伫三宝世间哦，你安怎起贪心呢？哦，无修行人都唔知影，你老爸老母兄弟姊妹唔知你起贪心，你怨道嫉妒呢，讲食醋呢，哦，你若无讲出来呢，你四周围的朋友呢，哦，你惯习无人知影，哦，啊，你就温心啊，伫遐起贪心，温心啊，伫遐起嫉妒心啊，无人会知影，继续去罪业啊。啊！伫叫世界无共款哦，哦，叫世界遐菩萨遐动参都有他心通，你啊起一个阴欲心，起一个贪心呢，然后诸佛菩萨拢知影，你想要起恶念都难呐、啊，起邪念都不容易啊，要造业都无当成就啊，所以往生叫世界，他有可能去造业的，
谈起心动念都甲下我个情话，都未当起，也未起啊，啊嘛无机会起啊，现在有可能讲去就业的是不是啊？吼吼，所以这点哦，就做事情一条，伫咧乱世当中，你安尼起心动念、邪念、恶念呢，无人知，啊，伫叫做世界诸佛菩萨、东山道友拢知影，因有差心通啊，其中有三明哦六通啊。哦，无唔对啊！你要做业就困难呐、啊，吼吼，知影哦。嘛，永远未做业就对啦，这是个成为为止。你讲外事成就好，好不听哦。第五，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寿命呢是堪佛平等无量寿无量功啦，堪诸菩萨的慧寿平等就对啦。哦，佛祖是无量寿啊，啊你嘛无量寿。可以鉴定呢，后边我引用经典来证明，讲咱的往生西方净土呢，咱人的寿命含诸菩萨的寿命，拢总是无量寿、无量功呢。后边讲会到，所以自然有这五种的因缘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呢，无生物也难呐。哦，啊，伫三宝世间无对缘呢，也难，十个对头七八个啊。在这乱世当中修行啊，这三宝世间呢是一个乱世，是一个恶作恶世，众生造业的场所，众生受苦的遭苦啊，直接造业，直接轮回，直接生死，拢直接遭苦来的。哦，所以因为开悟证果非常困难，莫怪佛经讲啊，三宝世间的众生，几亿人、几啊万人的修行。因为三宝乱世当中修行开悟正果呢，一亿个人呢，无一两个也有成就的。意思讲，十个当中有九个九的，拢在退队较济啦。因乱世敢无修行，无容易成就啊。啊，你往生西方净土，就是五种修行功德啊。所以这五点呢，咱地界大师是运用这个。经论内底呢，佛所说呢，啊，一五一十呢，再多点言讲出来好听。啊，如本呢，讲这净土十二论，就是讲得清楚啊，互咱消除内心对往生净土的疑惑无了解，甲顿顿甲净化，互你提起你的信心呢，来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所以才回答得真好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有五种作殊胜。做庄严，一五点就对啦。五点一遍啊，看好无？即生彼国有五因缘不退，因何为我？一只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，故得不退。二只佛光常照顾，菩提心常精进不退。三只水鸟树拿。风声恶响，解说苦空，闻者常起念佛、念法、念经之心，故不退。四者彼国纯诸菩萨，以为良友，无恶因境，我无神鬼邪魔，内无三毒等，烦恼毕竟不起，故不退。五者生彼国，即寿命永劫。将菩萨佛指定过不退呀、啊！注意，你看我清楚啊吼，非常明白了就对了。好，咱今仔是看地价大师引用真济经论的内容，甲恁解说。啊，如本在地所在，搁较讲较入骨嘞，搁运用经典的讲出地价大师只个话，拢是百分之百顺的，绝对无伊个人呢，家己意思哦。以因经因论哦，啊，如本法师讲经嘛，因经因论啊。来，咱看呢，有讲讲，叫做世界所有鸟啊，哦，拢会人为咱说法啦。这就是阿弥陀佛以三大阿僧祇劫用功修行，以功德力、福德力、智慧力、愿力所成就的啊。换一句话讲，遐所有鸟类呢，拢都是阿弥陀一所变化。无非就是咩呢？令众生呢，会当听经闻法呢，会开悟正果，方便的设施呢。
来看阿弥陀经安怎讲啊？彼国常有种种奇妙十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莹并且长鸣之鸟，是诸众鸟抽夜六时出河雅音，其音远长五根五力七菩提分，八圣道分，如是顶法，其度众生闻是音语，皆悉念佛念法念经。舍利弗，你不为雏鸟时时罪报所生，所以食何？彼佛国度无三恶道，何况有失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发音旋流变化所作。有关的吼，这所有鸟啊，皆是阿弥陀以功德力啊，要让众生呢来修行了生出世。哦，伊神通观念所变化就对，哦，所以叫做世界绝对无有啥物真正的鸟仔类啦，那是阿弥陀佛功力所变化，哦，啊，不过变化是变化，你唔知伊是真假呢，你分不清楚呢，哦，像真的一样啊，哦，遐有啥呢？哦，有十色之鸟啦吼，哦，个奇妙十色之鸟，孔雀，哦，鹦鹉，嘉莹并且舍利。那是共鸣之鸟啊，非常非常的多，无分日时，无分暗时呢，伊会演出呢五根五力七菩提八色道分的道幻呢，来互你听，啊听你啊后，你自然就念佛念佛念经，道心佫贴起来啊，好一知影吼，一自然道心就袂贴转咯。咱世间有啦，迄鹦鹉啦吼，吼啊是啊是一个鸟啊。嘉莹啦，讲要学伊讲话，讲修嘴子，来修，哦，加嘴子，修嘴子啦。哎，咱若讲到十句，伊慢慢加分析，分析伊会，甲你背，甲你，甲你，来讲话。听，阿弥陀佛，伊个人嘎嘎嘎嘎听无啊？阿弥陀佛，哦，哎，伊个袂讲话啊，伊个讲阿弥陀佛，伊固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知影吼？人会啊，伊要会哦，伊讲人客啊，伊要坐啦。啊，话佫讲较明哦，啊，人客啊，伊要坐哦。啊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啊，光临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你看，那台湾哦，莫讲台湾啦，整个世界哦，迄鹦鹉啦、嘉莹啦，会讲话呢。但是伊讲话，伊未必然了解呢。伊讲的话内容是安怎？什么意思？伊嘛不一定知。叫做呢，嘉莹有人讲话，啥物都唔知啦，啲道理都唔知呀。哦，啊不比不比西方叫世界啊？西方叫世界任何一只鸟啊，迄唔是真正鸟啊，迄是阿弥陀的功德力呢，所变化所成的鸟啊。但是含这三宝世界的鸟，你看哦，一模一样哦。你看袂出一个破绽哦，讲伊是假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讲假你哈哈大笑，互你法喜充满啊，互你精进佛道啊，互你道心永远袂退转啊，这就是阿弥陀度众生的方便法之一的。所以佛祖要你开悟证果，用鸟甲你讲话就好啊，哦，牵只猪仔甲你讲话，你看只猪仔会讲话，你就笑甲下叫，吼，你讲咩啊？所以呢？叫世界所有遐畜生哦，拢总是阿弥陀变化。你爱看啥，就有啥可能互你看。我都爱看嘉莹，就嘉莹互你看。哦，你爱看咧，马啊，就马互你看。马啊，卖讲话哦。哦，你爱看猪哥，啊，猪哥就互你看。你听哦，你要看蛇，蛇就互你看。你要看孔雀，孔雀开屏咧，伊就互你看。啊，佮佮你讲佛法，讲到互你法喜充满，讲到互你明心见性，讲到互你开悟证果啊。叫做世界都有这个佛的方便的教法啊！啊，众生爱这味的，佛道就随顺你意思这味的呢。啊，最后就是要开悟证果。好，啊，你要见阿弥陀，你就见会到；见观音菩萨，动这念头就菩提眼前啊！你要见什么人，对尽尊佛，对尽尊菩萨呢，也如你所愿呢、啊。哎、啊，你敢无事情？我问你啦。啊，在三宝世间呢，咱时常讲一句话啊。讲哎呀，不能称心如意呀、啊，所求不如意呀、啊，有无？
三婆之间有些缺陷吗？啊，这个世界你爱啥就有啥，你需求啥，你愿望要爱啥，伊拢会如你所愿。哦，这三婆之间无法度啊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咱个运用呢，伫这个《阿弥陀经》讲这个所有树拿啦吼，所有宝树啦，会出这微妙音说法。这嘛是阿弥陀的功德咱呢变化所做呀，无非就是要你道心未退转，一直个成为如是的方便的设施。伊安尼讲，舍利弗，彼佛国土微风吹动，诸宝行树，及波罗蜜出微妙音，譬如八千种乐同时具足，闻是音者。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经之心，讲得真清楚啊！吼，佛陀甲舍利弗讲啊，讲舍利弗啦，你了解哈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愿力功德所成的，那么西方是垂位呢？这所有的宝行树，遐树啊拢是宝哦，唔是金，就钻石，就玛瑙。哦，啥物宝石都有，啥物你世间所有上珍贵物件嘞？迄宝石呢？哦，宝罗蜜呢？会出只微妙声音出来。哦，啊，只微妙声音出来呢？当时呐，如果呢，风吹得较济，啊是响起来时阵呢，就亲像百千种甲同款的呢音噪呢，互你听得较济吼，自然法喜充满，皆平安入这禅定当中呢。自然就念佛、念法、念经来修行啊！诸宝行树及宝罗蜜呢，会有你说法就对了。咱世间音乐，就去大家弹弹了好人诶，就足好听。哦，这古筝，哦，弹咧个底真好听。哦，还是琴啦、啊，啊，这管弦乐队啦，啊，当时演奏的当中诶，好嘛真庄严。不过这个庄严呢，性。无代调行献过极乐世界呢，伊百千种觉啊，同时具足哦，甲演奏落就对啦。哦，我听你甲地你欢喜充满啊，庄严你甲地你神经无流露，爱流露出来啊。然后就一个向佛、向解脱、向涅槃的路呢，一冲去啊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佛、念经之心啊。哈，是不是听无？如果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你寿命是无止境的，道心永远未切断，一直到成佛为止呀，何以见得啊？来，经典的讲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由舍利弗，极乐国度众生生者，皆是阿弥陀子。其中都有一生宝处，其所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比及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伊只意思是讲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寿命哦，是老老长长老老啊，是无止境的，未阁死啊啦。你寿命跟阿弥陀的寿命是平等的，阿弥陀无量寿，你也无量寿。阿弥陀无量功，伊也无量功，甲最后结果就是呢。哦，那么就是因为你生命是长落落落落长，无量阿僧祇劫也很长，所以叫做阿弥陀啊。阿弥陀唔是讲阿弥陀一鸟，往生去遐人民百姓最后受个开悟证果，跟阿弥陀同款，寿命平等。佛陀佫甲舍利弗讲，讲舍利弗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遐众生呢，每一人伊道心拢是阿弥陀佛，道心永远未退转呐。诶，当中呢有一心高处的人呢，哦，伊的数字也非常的多，就讲伊是四强，吼、哦，就可能高处或者迄个位就对啦。啊，这数字多多间呢，你无都去算就对，但是可以。哦，无量阿、啊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水，我讲说经过几啊百万亿劫就对啦。哦，你算讲哦，一世的人，哦，到我当成佛的呢，
哦，你阁算袂真，你看卖，吼、哦，说王庭在世界唯有幸福啊，无幸福都袂难呐、啊。哦，好，这个听好哦。地价大师一个讲话啊，在此恶性日月短促，经阿静之劫，何不起烦恼？当时修道，因何不得无生忍呀？处理显然不属宜呀。伊这意思讲，在咱这三宝世间的众生吼，也在这乱世当中啊，这日月吼短促，就代表讲啊，时间过得真紧，人生真短。吼、哦，阿念弥无偌久寿命诶，就寿终啊！吼、哦，种种人生七十过来，伊就出恭喜啊呢！啊，有人活到无到五十岁就死啊！吼、哦，啊六十岁就娶起咧，啊七十岁就恭喜啊啦！啊，搁活八十岁、九十岁，活一世纪更加无容易。吼、哦，由你业力来决定诶，毋是你活偌久就当活偌久诶。所以讲，在这三宝世间五族恶世众生诶寿命呢？非常的短促就对了，真短。有诶，伫妈妈巴肚内就呢流产啊，迄个愈短。所以啊，充满着宝宝危机啊，生命短促啊。啊，那么你往生甲阿弥陀佛的世界就无这问题啊哦。哦，你经过无量阿僧祇劫都毋捌起过烦恼，起过贪心，起过怨妒心、嫉妒心咯。安尼长期的修行，哪里无法度正常无生法忍呢？处理显然呐，十分的明白呐、啊。吼、哦，你唔免阁怀疑啊啦。哦，一直快有精神吼。所以修行啊，你既然伫叫做世界未起贪嗔痴烦恼无明，啊，经过无量阿僧祇劫的修行，哪里未正常无生法忍？他迄个未明心见性，三宗十二部到底哪里未通达？哪里无法当正成无上菩提呢？绝对会。所以叫处理显然啊，不属于啊，唔免阁怀疑啊啦。这是咱地下大师最后总结个结论。咱讲到这来，咱有话要讲啊。今朝我开门见山讲，人生七十过来矣啊。山顶有千年树哦，哦，要找一千年、两千年、三千年的树啊，够容易啊！唔免讲世界各国啊，台湾宝岛、阿里山、玉山、甲山顶吼、哦，中央山脉遐所在吼，要找千年的树啊，非常的多。可是咱人要活吼，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不容易，有二三十岁啊，就发生种种事故啊、病苦啊，是哦，夭寿伊啊。哦，啊，我是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就娶起来啊，啊，活七十岁就无容易啊，这个人生七十过来伊啊，无你即摆活到六十九岁以前的人就好啦，吼、哦，你啊，我都活七十岁容易啊，你五十八岁唔知会贵未哦，哦，六十岁唔知会贵未哦，歹讲呢，有阵来只天灾地变，有阵来只煞事诶，啊，有阵只来只了病苦诶。生命就伫遐呢，强强要花去啊，强要老起来，强要娶起来啊！安尼哪里呢？人家讲这三宝世间的生命会当介长呢？哦，迄业力来决定的，你业就甲安尼尔，所以生命就遐长得就安尼尔。所以唔是你要因度我多，啊！你往生叫做世界唔是啊？你寿命是老老长长老老啊！你无听？咱这三宝世间修行人会讲一句话啊，感觉有道理呢。伊讲哦，修道未成呢，心先亡啊。哦，啊修道修到未成就的，先去算大成死去啊，先去算死亡去啦。所以为何如此？因这五浊恶世，劫浊烦恼浊命浊众生浊啊。啊，这是五浊的乱世当中的。自然感召的世界，感召的肉体身躯呢，伊自然就真脆弱。伊长短是由你业力来决定的，所以唔是你要安呢，就当安呢。哦，修道还未成就，就来死去啊！哦，这显然讲出了
世间的生命呢，咱人的生命是真短促的。啊，等到你修行无开悟、无证果、无成就时，就来往生去呢。那么我就着中轮回啦，带来又过着沉沦受苦的危险啊！所以人生真苦短啊，世间无常，变化莫测啊！你无听世间人讲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就是这道理。进来看天气咯，大炎日咯，会知影哦。哇，甲无甲下昼十二点呢？哦，风雨交加，单雷死呐，都大雨啦，都水灾啦。吼、哦，三人预算会到的呢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哦，啊，下只甲都大雨，降大雨，做水灾了。哎，无甲十二点呢，天气就变晴朗起来。哦，尤其美国迄所在讲着飓风呐、啊。迄风哦，加哩加劲哦，迄照相机个照哩吼，哦，像是足大只电报条呢，安尼外国起出安尼，足大只着着，安尼说，嗯，就看介清楚啊。迄飓风，迄你啊去起一挂哦，即、這个房仔厝个物件哦，往往哦就飓风呢，哦挂条靠靠起来着着啦，飞去半空中，含车都飞去半空中哦，迄飓风真可怕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人个性命呢？哦，也是同款啊！当时要发生事故，发生严重现象，啥物人都无法度预料的啦。哦，天顶环境的这气候呢，有不测的所在啊，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啊。那么人呢，有这个旦夕祸福，在时暗时，哦，唔知当时要发生的灾祸啊，啥物人都唔敢预料会到的啦。哦，你讲。日本时代啊，哈，美军要轰炸这日本人，啊，因到在高雄哦，哦，伊讲哦，啊，高雄炸海严重，刷来台北的树林谷，啊，就刷机啊呢，无刷都未死，刷机啊，美军的炸弹炸去因兜，会出点咩类，因兜规家伙死了了，所以讲伊啊，命啦够啊，劫啦真啊呢，新鲜就难求无命去啊。你无搬去台北树林都不要紧，搬去台北树林呢，都炸弹准准准，弹已经出点位嘞。吼、哦，所以呐，半暝啊十二点要死，你刀劈未过呢，零点一秒。哦，你无听咧佛门一句讲啊，哦，你的业若无净化，众人走到天顶呢，业啊对你只天顶焚烧不定。你若如果业无净化，众人走去海底里去呢，业力啊对你呢，加这海灵中意。哦，所以业障随时随刻伫咱身上诶，要发生对一条地诶业障，要发生对一世诶这因缘业因呢，这无人知，由业力与菩萨来决定诶。诶，就了解吼，这搬去台北嘛爱死啊，啊冇人安尼呢。这班飞机有人就不该死啊，常常有代志呢，这班飞机一定要落来。哎，啊有人硬要进去就对啦。哦，这班是无得袂使，透过立法院内底立法委员国代吼，还是县长哦，啊透过管道人际管道啦，硬要进去这台飞机就对啦。系啦，钱你较济去呢，发生空难啦。两百股也死了了去，嘿话，硬要钱去死你听哦，含死都会死你嘛，要钱要去啊，啊个两股下落来呢，啊我就是要死啦，啊无是要安怎，我要去死啦，哦，讲甲无听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啊现在蛮好死啦，啊找关系来好死啊呢，吼、哦，你讲有病害无啊？本来是无人哦，啊现在讲两两下落来哦，哦，冇安尼呢，哦，啊就不该死伊来死，哦。这呢，当然，迄就是伊某因故滴个啊。哦，啊，人就滴就好啊，佮透过关系拜托人类安尼，哎，要去个呢？吼、哦，无种以别死无去，伊唔甘愿就对啦，未得就对啦。这业障就这么一回事。哦，这个力量，这个业力呢，催你啊，催彻底呢，非去不可，无死未使。啊，你啊不该死个呢？伊啉酒状况啊，哦，阮兜啉酒状况啊，啊，等等啊呢？哎，公司啉酒状况准等下呢，
即工即班飞机坐无着，就免难啊！啊，有人是硬要找死跳，透过管道立法院的立法委员，还是呢人际关系，就是要坐飞机自家着呢？哦，意思讲我飞即班飞机去复试不可就对啦。哦，众生业大咧，你啊，就这么一回事啦。总讲一句，这人生真苦短啊！哦，这无常啊，遐个参详哦，安尼真侪代志拢总好办。譬如讲，我会当活九十岁来讲，安尼呢，我也毋免即摆修行啦。我八十九岁的时阵才开始来冲，再来用功，安尼个来得及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毋是你所想的如意算盘遐尼准哦？人有旦夕就好哦，天有不测风云哦，这是理想。是假设的，但是不是事实。如果真正像我讲的，会控制你的，有了掌控会调的，活九十岁，安尼我倒来讲，八十九岁才开始修行来念佛道啊。但是问题不是安尼啊，我反正四十九岁就娶起来啊，五十五岁就收起来啊，距离九十岁还佫三四十档的呢。所以啊，咱的如意算盘哦，重新去调整来释怀你家己。所以希望讲大家会记得，人生苦短啊，这个、世间无常变化，咱袂当无感悟，早即念弥陀啊。所以讲到这来，我就想讲，这人生哦，众生十个，差有十个拢互这感情白条的啦，白条呢寸步难行啊。要做一寡你要做的代志呢，有当下头真痛，头个莫去收啊。是固定的现经对你讲啊，来看好。爱河千秋浓，苦海万丈波，欲免轮回苦，早及念弥陀。看足亲切的吼、哦，爱河千秋浓，哦，苦海万丈波。哦，听你家地方很贴心呐、啊。哦，讲咱心内话同款的呢啊，爱护亲手拢。哦，你看谈论恋爱这男女啦，哦，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夫妻啦，还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友谊啦。哦，爱护亲手拢啊。哦，还用足大就丢呢。哦，一步过一步，一浪过一浪啊。啊！你有当时啊，有这情敌啊呢，无啊多脱开释怀哦。有人闹自杀啊，有人挂暗棍啊，有跳车跳楼啊。这是感情的物件，咱无甲好认啊。有部分短暂的甜甲蜜啊，甜蜜啊，啊真好。但是呢，也必定远远胜过伊甜蜜呢，百千万倍。为了我食着迄味的呢。结果两个结婚，生几个囝，一世代人有够伊冤啊呐，冤袂停啊呐。哦，翁婿跟查某囡仔讲一个话嘞，才食醋，太太呢，过来敢唔敢讲话？哦，后尾讲话呢，就兴师问罪啊。啊，太太，哦，跟人讲，跟查甫囡仔讲一个话尔，翁婿才食醋，伊搁伫遐食过来百家仑啊。为何如此？感情就遮尼微妙啊，占有的啊。自私的啊，未当从中有气格啊，未当从中有法怀疑啊，怀疑就要人掠厝拆，家掉掠到无半只，哪有你家庭不宁啊？甚至闹离婚啊！哎呦，陈秋龙，苦海万丈波，一波过一波，一浪过一浪，逐天拢是为了感情伫遐呢。哦，排解未好是伫遐带来真大困扰啊！卡计嘛找张老师，你也找如本法师，我就真简单啊。那这四句话尔，看你觉悟未啦？爱河千秋浓，苦海万丈波啊！欲免轮回苦啊！早今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较早来念阿弥陀佛哩，唔免只轮回生死和情所绑，为情困扰啊，为情只拖磨，为情呢，只头壳莫去烧。吼、哦，世间事这感情哦。好一个人必须以气笑，好像掠讲会太死人，这跟感情拢有密切关系的。哦，
我捌讲过啊。哦，一个查甫囡仔去美国留学，摕着博士当来钱呢，伊女朋友呢，哇！另外找一个呢，查甫囡仔，哇！怎结婚登记去啊？啊，这个、去美国留学当来这个博士呢，未堪呢，即款打击甲刺激呢，自赞未了。然后甲伊这个女朋友约出来哦，该碎尸万段啊，刣36刀。你遐规身骨拄甲脆糊糊啊！哦，为情所杀啊！所以世间真济为了这感情、情感、爱情哦，这摆布未好势，哦，这超未好势呢。这每每伫个电视啦、报纸啦，每每拢看得到。种爱河千秋浓啊，苦海万丈波啊！苦海就是苦海，哦，你无法度甲狡辩了，你了。变那边，你讲我恩爱夫妻哦，我捌问过。啊，恁结婚了后，吼、哦、啊，是不是讲将来都唔捌会口角过，唔捌冤家过，卖讲相拍啦，遐冷战热战有无？用我都问透十外对就对啦。用师傅啊，那翁啊某啊讲之间未讲口角，未讲冤家，未啊冷战热战的位置吼，安唔是叫做夫妻啦？真正诶，我敢要骗你？你问十外个，啊，我代替去问一百个嘛，安尼讲啦。夫妻之间无可能讲观念拢100%共款的，立场讲100%共款的，思想100%共款的，哦，处理方式讲100%共款的啦。绝对有出入，有关家，啊，有深有浅，有薄有高，绝对有落差，绝对有差别的。啊！在诶当中啊，涵养较无够诶，我着包容对方诶，两个观念着强起来，安尼感情着受影响啊，就开始破裂啊。哦，那如果遐人讲天下间无人讲伊会去自杀诶啦，啊，遐好讲诶，天下间着袂安尼讲轻而易举来离婚诶啦。啊，遐人好讲着无人伫跳楼、割颔管啊、食农药诶啦。哦，这感情这物件是足麻烦诶啊。哦，等个汤干蜜煎的时呢，嚯，足新鲜哦！我这个感情是神圣的，我这个感情是甜蜜的，我这个感情是可爱的，我这个感情是喜悦的，我这个感情日夜让我永远的怀念是美景的。哦，你想哦，哦，啊啦，以后啊，阿阿婆结婚了了啊。我告诉你，美景是美景啊，会死人哦！这条哦，我这感情是甜蜜的，我管用农药给偷死啊！我你讲甜蜜哦，我这个感情呢是可爱的。我告诉你，可爱是可爱啊，破裂的时在破未好时阵呐，也得我收台。我你讲哦，你摕本子甲火伊用这扫帚甲你砍，我你讲哦，用米酒杯硬把你气不死，我你讲。你嘛开个半暝，你安怎死个又唔知影哦？啊，原来何人安王面就被人吸死啦，用枕头甲吸死个你哦。吼，啊，较早唔是讲哦，一个女将，咱俗语讲叫头壳伤啊。这女将去头壳伤，可见影就了，甲人同居啊。哦，啊，同居甲迄个客影，哦，感情较好啊。竟然这两个呢？哦，强魔一支五寸钉哦，真像这个因的红色头壳当个钉落去就对啦，啊钉落去咁密落啊，啊火气就升起吼，打下了呢，他唔过看好势，哦，武一波当吸引找袂出来，到尾呢，法医真厉害，故意先去中枪，哦，照点弓箭呢，啊系啦，头壳遐一支五寸钉嚟啊，没命嚟咯。这款无你敢敢娶啊？所以如本法师啊，走得紧呐，啊走想甲想慢呐。我讲卖讲订一支五寸钉哦，订十外支哦。不过咱未做代志了。啊，出主意啊！你莫娶某欢喜，我讲是搞你头家人五寸钉过来支。啊，你莫想讲哦，要结婚要结婚，我你讲是搞你唔知哪死，后面就袂翕死，我你讲吼。所以啊，如果那就照他背了，出家修行，
拢总无遮问题。所以讲，爱河千秋浓，苦海万丈波，欲免轮回苦。迄如本阿师拢无遮问题，你听无？是看人讲你听无？啊，咱有遮问题人诶，敢会当无觉悟啊？观真修行啊，早及念弥陀。哦，你也是无爱轮回生死苦呢？赶紧来念阿弥陀佛啦！轻轻松松、快快活活、快快乐乐，念阿弥陀佛啦！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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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。嗯，欢喜就搁甲念落去。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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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。哦，这念个法喜充满呢。因为咱无爱去轮回啊，因为咱无爱呢，伫六道中做三界苦命儿，六道流浪汉啊。安尼唯一的不二门呢，早及念弥陀，就成最好。所以一件哈，甲他一句话讲，你要娶某较细腻，你个头壳遐无爱讲五寸顶个钉落去吼，你就要想办法你听。啊，你也无爱讲。嫁翁去嫁了后，无偌久，互吸死，啊用苦毒死去害死，家己死甲真歹看，啊是莫名其妙来离婚，这种种问题，你要重新考虑。爱河千秋浓，苦海万丈波，欲念轮回苦，早及念弥陀。你就清楚吼，啊，清楚时间到啊哈，咱明仔载净土呢十二轮第九天再会。